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和谐的群我欢喜，一万物与我一体，无论胎卵石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都是同于自己的重生。都不能独立于他人而生存，二，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，都无法有完全的自主能力。我们的生活生存完全必须依靠其他众生。所以我们对一切友情应该建立起能增长善业、正面且和谐的关系。慈周万物，悲运同体。如何与众生建立良善且和谐的关系呢？这方法就是慈周万物，使众生常得安乐，悲运同体，助众生永离忧患。而且需时时发愿，从今以后爱护自己如同爱护一切众生。尽力让他们远离忧患，常得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利益，灭尽一切烦恼。修持快乐的口诀，修持快乐的口诀是：对于你所拥有的感到满足且珍惜，对于你所想要的随缘而不追求，
果心能够如此，那么这即是快乐的基础，也是快乐的要点。快乐的来源一，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悦意的人物，因为这些可爱的对镜并非永久属于自己。真正的痛苦，也不是远离外在不悦意的人物，因为这些烦恼互换的对镜并非永久存在。想要快乐，必须回到自心，而自心的快乐种子是来自善行功德。所以，要有快乐的人生，就要培养内心的善德，使语言行为皆是善行，而避免会带来痛苦的恶念恶行。快乐真的很简单。一，我们的习惯总是以为快乐来自满足欲望，如拥有许多金钱、权势或社会地位。然而，花费时间精力，得到想要的之后，我们不会感到快乐，其持续时间非常短暂。佛陀用两种方法来教导我们对欲望无止境追求的无意义。
是观察感官以及感官的对象，来破除满足欲望的认知错误，不再求取欲乐，以及修持正念正知，来升起简易恒久的乐受。前者观察自己与世间的关系，停止追求快乐的错误方式；后者调节注意力与情绪，提升幸福感受。三，如此休息，就会发现生命的美好快乐，而不必费时费力向外寻求。真正的快乐来自内心，这是佛陀的教导。回家的快乐，我们应当常常观察分析导致真正快乐的原因是什么。从经验可知，无数的人投入佛教的禅修，获得了真正自然、不费心力的快乐。